60岁啊，就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了。到大学里面呢、啊，大学破格、啊，让他直接当副教授。结果他当了10年的副教授，还是副教授。那么聪慧的人呢、啊？后来啊，他拿了他的博士论文、啊，给我一个朋友看，说你帮我看看哦，有什么问题？就我这个朋友看完以后啊，终于了解到他为什么干了10年副教授，就是无法升教授，因为他整篇论文里面呢、啊，把他们学校以及这些学术界的教授，他的论文的缺点哈、哦，通通批判的非常的精准，从一开始就批到最后，所以他的论文只要被这一些教授看到了，马上怎么样，连看都没看都打回票。后来啊，我这个朋友就给他建议了，你换一个角度写论文，你就写每一个教授的论文好在哪里。哦，结果这一个朋友啊，听完他的建议哦，皱着眉头回去。请问他为什么皱眉头？他觉得怎么样？太难了。30年来，通通只看别人缺点，一下子要转不容易啊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，真的写好了，拿给我同学，给我朋友看。我朋友一边看呢、啊，鸡皮疙瘩掉一地。哇，那个赞叹的实在是很不自然。你看现在很多的课啊，说你今天要赚100万、赚1000万，首先要把人际关系处好。啊，人际关系一开始啊就要绽放笑容。他花了1000块、2000块去上课哦。然后教他要常常微笑，啊，突然3天以后啊，见到人都微笑，他那个笑容会让人家怎么样？恶心，啊，习惯成自然，好，所以情绪啊，会影响你的身心状态。我们让身心清安、啊、就不会踏到这一些不好的人生境地，包含离婚，包含癌症种种。我们今天呢、啊、谈的是幸福人生，人生要幸福啊，绝对是从啊思想开始。我常常跟一些家长、啊、谈教育的问题，那因为我这个年龄啊，是结婚的敏感岁月哈、哦，我很多的同学啊，尤其是女同学、女同事，他们都在拉警报了。他们的父母都一直催他什么？结婚。那有一个女同学啊，她就跟她妈妈说：“她说妈。”你都不幸福了，为什么要叫我结婚？结果他妈妈突然回过神来，对哦，我都不幸福了，干嘛叫他嫁？突然30秒以后啊，这个光明哦，明白只闪了30秒，30秒后乌云又飘过来，然后对他女儿：“你就是赶快给我嫁就对了。”我们虽然没有孩子，当我们男同学信誓旦旦对着你爱慕的女同学说：“我一定给你幸福。”诸位女同学，你相信吗？女人这一生最大的关卡在哪？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嫁错了，你这一辈子就毁掉了。
欲爱人者，先自爱。一个人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，然后看小说，看多了，只要我遇到林黛玉，哦，不是，只要遇到一个美女后，我马上人生就迈向幸福美满，那是不可能。懂得爱人的人，一定是先懂得自爱，能把自己的生活管好，能把自己的人生方向踏正确，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爱人。欲助人者，先自助。你都泥菩萨过江了，怎么去帮助别人？这个都是啊，人生一个理智的态度。好，那我们再思考一下，这个母亲叫女儿嫁，为什么？是传统，这个是人生必经之路。好，那我们结婚的目标在哪？哈，你总不能走得不明不白吧？好，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啊，那个陷阱就挖在那里啊。然后你也没有竖一支牌子，我们也没有告诉女儿如何人生才能幸福，就是叫她嫁，就说你就给我跳下去就对了。人生要活得理智啊！为什么父母一直要逼她嫁？为什么？她的面子怎么样？他很怕走出去，哎，你女儿还没嫁，你儿子还没娶啊，哇，很难受。回到家里看到女儿就，你赶快嫁吧。来，诸位同学，女儿的幸福重要还是自己的面子重要？诸位同学啊，现在理智的人多不多啊？很少了。人没有理智啊，人与人当中铁定是互相伤害，互相责备啊。人跟人的关系处不好了，绝对不可能有幸福可言。你看，都只为自己想啊。他假如能为女儿想，他现在不是先叫她结婚，是先叫她能够学习到如何把婚姻经营好的智慧，这是真正爱护他。好，我们刚刚提到啊，自私啊所发展出来的人生路途啊是如此。其实啊，很多西方的这些学术人士一直在强调竞争。他知不知道竞争之后会走向什么？其实他心里啊，也有点明白，但是就不知道啊，还有没有另外一条路。我从小啊也是这样，记得有一次考试啊，考98分，我哭了一下午。因为没有100分，差2分，假如差这2分，我可能就编不到好班去了。诸位同学，你看到哈，一个人为了2分哭一个下午，请问他以后人生会不会幸福？你铁定不幸福。是啊，患得患失的人怎么可能会幸福？然后发考卷的时候，看到同学考得比我低，露出灿烂的微笑，幸灾乐祸。看到同学考得比我高，怎么样？闷闷不乐。福啊，的根源在哪？福田啊，靠心根。
福田新根。人的福啊，就在这一亩心田当中。你能处处替人着想，福就会厚。啊，你时时啊只想到自己，甚至于是啊嫉妒别人、障碍别人，这个福都折掉了。我20多年来啊，福都折光了。所以一直人生啊很不如意。俗话又说啊，人生不如意事啊，怎么样？十有八九。诸位同学，现在知识量太大了哈，很多话你要会判断对错、是非，甚至要把它的源头找出来。来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你听到这一句话有什么感受？你假如十有八九说啊，这个就是事实，那你以后还笑得出来吗？那看到很多事情，你就心生烦恼，就觉得哎呀都不顺利，到最后就祸不单行。所以很多的话，其实它都在影响我们的人生态度。比方又有一句话叫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，这一句话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哦，你们还点头。这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，绝对不会在经典里面看到。人生的理智啊，必须从真理当中去建立，而经典它已经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这个我们可以啊，不用去怀疑。举一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孝道，5000年前要孝，5000年后呢？当然要孝啊！一个人不孝啊，自私自利啊，一定跟人产生冲突。一个人不孝啊，很有可能会做出啊伤害他人的事情。所以5000年前要孝，5000年后更要孝。结果我们现在孝道很缺乏啦。所以现在的孩子长什么样子？现在的孩子处事的态度是什么？那一天看到一个报道啊，深圳一个6岁的女孩，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的零用钱是100多块，6岁哦。结果刚好有一天出去买东西，他的妈妈钱带少了，他要买的那个东西啊，他妈妈付不出钱来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妈妈打得鼻青脸肿。他6岁呢，他妈妈会打不赢他吗？那为什么他妈妈被他打得鼻青脸肿？因为他妈妈舍不得打他。舍不得啊，帮了他了吗？这个叫爱之啊，足以害之。这个不是父母爱子女要有智慧，夫妇之间假如没有智慧啊，也会害了对方。啊，朋友之间互相帮忙，假如没智慧，也会害了朋友。今天你的朋友打麻将输钱来跟你借钱，要不要借他？要哦，那你是帮他去干坏事的，要有理智判断啊，才不会啊害了对方。那中国啊需要孝，澳洲需不需要孝？这个孝啊跟人的本善啊完全相应。我们在澳洲啊开这个《弟子规》的课，都会提到很多啊古圣先贤孝的故事。当这一些
澳洲的朋友啊，他们上课的时候都坐前排，他们是客人，我们要尊重客人，我们坐后排，看他们在听闵子骞的故事。闵准如一啊，他的后母虐待他，他并没有责怪后母。当他父亲发现了后母虐待他，很生气，要把他后母休掉。结果闵子骞马上跪下来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留下后母吧。母亲在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寒。后母离去了，我两个兄弟也要忍饥受冻。”讲出了这一句千古的名言：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”这一份至诚的孝心，这一份至诚啊，对自己兄弟的友爱啊，感动了他的后母，把整个家庭啊都挽回来。诸位同学，假如他的后母要被他父亲赶出去的时候，闵子骞在旁边再踹他一脚，请问会有什么结果？谁会得好处？所以意气用事只会让自己、让家庭越来越沦落而已，而反而在当下能提起那一份善念，提起那一份真诚，那人生将演出啊可歌可泣的历程。而这一些澳洲人在听闵子骞、听子路这些孝子的故事啊，我们看到他的头啊频频在那里摇晃，那你们看他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事思明，他这个点就是做人应该这样，做人应该这样。结果我猜的没有错误。之后啊，上完课呢，我们也跟他们围起来啊，交流了一下。当他们发言的时候啊，这个头又开始摇了，边摇边说：“做人应该如此，做人应该啊用这样的态度。”他们也欢喜看到人孝，看到人有道义啊。而只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对这个孝还很陌生，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属于中国人，是属于全人类。那唯有全人类都能接受到中国的文化，这个世界才不会继续往这一条路上走。诸位同学，你看现在竞争、斗争、战争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什么时候？几乎天天都在发生，而且会越演呢越烈。有一个四川的孩子13岁，有一天煮饭给他父亲吃，父亲吃完以后啊，就死了。因为家里很穷啊，没有钱啊验尸，草草就埋掉了。过了没有多久啊，他母亲吃了他的饭也死了。后来他在祭祀啊他的父母，还煮了一些饭菜，但是啊很不耐烦，就把这个饭菜啊直接往水沟里就倒。刚好他的婶婶啊看到这一幕啊，心里一惊，哎呦，这个孩子怎么对父母一点恭敬心都没有。接着这个孩子啊走到他婶婶的面前，说道：“我父母是不是有买保险？”这婶婶听了这句话，全身汗毛直竖啊，觉得不对劲啊，就报警。后来查出来啊，他因为啊要拿这一笔保险费啊
这保险费多少钱呢？10000多块。为了拿保险费啊，去买一只手机，把父母都杀了。你看啊，一个人自私自利的心燃起来的时候啊，什么事他干不出来？这真是啊，欲令自迷。利令智昏，被这些欲望名利啊蒙了双眼，真的连畜生都不如。我那一天听到有一个大学生啊打电话给他父亲，他说：“父亲啊，我生病了，需要1200块当医药费。”他们家是在农村呢，平常缴学费啊，已经需要啊，父母到整个村庄里面呢，到处给人家借钱，才勉强让他去读书了。结果一下要1200块啊，他父亲还是啊出去借了。绕了一大圈呢，人家看到他就怕了，只借到300块，结果没办法，不够啊。他的爷爷已经有一副棺材了，就是棺材本嘛。父亲跟爷爷商量，再把它卖掉好了。就卖了以后啊，勉强凑到1200块钱。父亲不放心哈，汇过去，亲自到县城呢，要送给他。到了他住的寝室啊，很担忧啊，不知也忙碌了多少天呢，都没睡好。去到寝室呢，刚好看到啊他的同学，他说：“那我儿子啊是在哪一所医院？”就他同学啊就说了：“你儿子哪有去医院？他根本没生病啊，他是跟他女朋友啊去照艺术照。”哇，他爸爸听完哦，那个事件让他太根本就没有想象得到了，当场就昏过去了，打击太大了，就昏倒在地了。他儿子后来回来了，父亲醒过来了，非常的生气啊，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”结果他儿子说：“啊，我的同学都这样啊。”他父亲跟他说：“啊，你连禽兽都不如。”就走了。诸位同学，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？可是为什么父母的这么大的付出得来的是这个结果？因为啊，我们教给他的是只有想自己，我们并没有教给他时时替人着想。这很多人生的不好的情况发生了，大部分的人是自怨自艾，而没有真正找到啊问题的根源所在。这一些情景啊，不只是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的，现在是在家庭当中发生。你看多少兄弟在争财产，有没有？那个父亲母亲去世了，棺材放一边干什么？在那里吵翻天了。这样的存心，不止不会让自己幸福，还会让身边的家人不知有多痛苦。而这个杀父害母的事情，现在一个礼拜啊，能有几件呢？能有几件？好多件呐，可能有3、4件呐。10年之后呢？
可能有三四十件。20年之后呢？假如我们人的思想、教育下一代的思想都没有改变的话，20年之后啊，每一个礼拜啊，杀父害母3、400件。当社会呈现这样的状态，人跟人纵使是父子都是怨恨的时候，请问诸位同学，有没有幸福安乐的日子可以过？那是不可能。那我为什么跟诸位同学讲这一段？现在的社会啊，正往错误的方向在走，而知识分子责任在哪？我们要想到国家、社会栽培的我们，我们念的学校越好，社会给我们的资源越多。请问，当我们踏进大学的那一步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，我这4年要好好用功，以后出来才能回馈社会？诸位同学，你有这样想的举手。好，其他同学没举手，我非常的理解，因为你们很谦虚，不愿意举手。真的啊，我曾经读到一段话：君子耻不耻身之见？什么是君子？他不羞耻啊，自己有没有什么地位啊？不会每天在那里跟人家攀比很难受，他不羞耻这个，羞耻什么？耻道之不行。羞耻的是啊，因为我是读书人，而这个社会居然连做人的道理通通都不存在了。他觉得那是他最大的耻。前一阵子，韩国有一群读儒书的知识分子，在祖宗的灵前下跪。他们说道：“韩国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堕落，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非常惭愧，有辱祖宗。”他们还有那一份存心啊，很可贵。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一直在沉沦，请问哪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说是我的责任？那一天，我们去一所小学，刚好啊，看到当地的一些村民很淳朴，这些村民呢出来跟我们打招呼。结果呢，在打招呼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这个村民呢突然问我们其中一位老师，他说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这个老师非常惊讶，他说：“我当然是中国人啊。”接着这个村民说：“那你怎么这么有礼貌啊？”中国人病啊！我们教出来的孩子非常有礼。那一天重阳节啊，他们去爬山。爬山的过程啊，沿路啊，把地上的垃圾捡干净。这个是真正有利益社会的存心。旁边的居民看到了，一些游客看到了，就说：“哇，这些孩子怎么这么懂事，懂得爱护环境。”那这长者一表扬啊，他们马上呢就给大家鞠躬：“谢谢阿姨，啊，谢谢叔叔。”结果爬到山顶上啊，有一个孩子就对老师讲：“他说老师啊，爬山不累，给人家鞠躬鞠得腰很累。”这些孩子走到哪让人欢喜，而这个孩子有一个亲戚啊，他去他们家呢，
给他鞠躬，给他问好。结果这个亲戚说，怎么都学日本人。这个时代啊，颠倒啦。读书人的责任，拨乱反正。诸位同学，孝子，孝子，什么叫孝子啊？你看《中国字》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一个老啊，跟一个子叫孝。老子上一代，上一代时时啊，那一份天性要爱护他的孩子，教育他的孩子。而这个孩子时时能想到父母的恩德，要回报，所以是儿子背着老子孝，一体不可分。是儿子孝顺父母叫孝，现在呢，反过来了，父母要孝顺儿子，你看颠不颠倒？我在念师范学院的时候，我的大学老师，他刚好有一天走出来，那时候在下雨，那他就看到啊，一台很豪华的汽车啊，开过来，刚好门口有一位小女生啊，正在那里等待母亲来接，他的妈妈匆匆忙忙啊，把车门打开啊，把雨伞撑起来。这个小女生看到她母亲走出车门啊，远远就说了：“你白痴啊，现在才来。”哦，我的老师啊，这一句话把她震慑住了，她突然就立在那里不动了，瞠目结舌啊。这个还不是最震撼的，更震撼的是下一句啊，他的妈妈边跑啊边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倒了。再来，夫妇关系、男女关系倒了。你看这个夫妇关系啊，你只有在中国文化才能明白道理。我们《诗经》是教人温柔敦厚啊，人的善良可以从学《诗经》当中啊成就。《诗经》第一篇叫《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》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里要点出来啊，交女朋友要交窈窕淑女。哎，诸位同学，什么叫窈窕淑女？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在去一个中学演讲，刚好有一个女同学，她举手，我说窈窕什么意思？哇，她斩钉截铁，身材姣好的女性。诸位同学，你听到有人在哭泣吗？你们先把心静下来，就听得到。我们这些古圣先贤在掉泪，他们的心在淌血。这后代子孙把我的智慧都怎么样？扭曲掉了。你看，这些圣哲人多么的慈祥。为什么这个《诗经》开篇要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？这道理很深啊！因为啊，人生只要道路，人生的道啊，能体会到，知道啊，就是要把这五伦处好，家庭社会就安定。他明明白白啊，那我们看这五伦。哪一轮最重要？
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是伦常大道。诸位同学，这五伦哪一伦最重要？父子啊，好，你看父子从哪里来？有没有可能我今天走出去，你当我儿子好不好？道法自然，夫妇的结合，延伸出父子、兄弟，夫妇关系重要啊！夫妇关系和不和谐啊，决定了孩子人格啊健不健全。关键，当夫妇和谐啊，孩子的内心一片祥和之气。当夫妇常常吵嘴啊，孩子的内心非常的痛苦。不止父母吵架他痛苦，所有家庭的长者只要不能和睦对待，对孩子的内心都是一种伤害。我们对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啊，谈到了“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”啊。结果那个孩子就问了：“什么是巧媳妇？”所以当老师哈，有时候也要，这个学生突然出招，你也要马上接招哈。说有四德的女人是巧媳妇，结果他又说：“那什么是四德啊？”那其中就有一个父德，父母亲啊要有德行。结果呢，我们就问孩子：“你觉得啊，当妈妈当媳妇啊，要有什么德行？”最重要，你知道孩子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吗？孩子说啊，妈妈一定要对爷爷奶奶好。从这个回答有没有看到孩子的内心？当奶奶跟妈妈在吵架的时候，谁最痛苦啊？孩子最痛苦。当他所体会到的人跟人就是不断冲突，他的人生会快乐吗？我的父母啊，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啊，从来没有吵过架，当然私底下也没有吵过架，所以我跟我两个姐姐哦，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吵架，不会吵。然后父母啊，没有在我们面前去批评他的朋友，我们也不会批评，所以那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太大了。所以夫妇能处得好啊，父子一定亲。在那种爱的环境当中，谁不欢喜？而且啊，一个孩子学到爱以后，非常的微妙，他会去爱人，结果这个爱人哈，越爱人，自己的爱怎么样？有没有越给越少？心量越来越宽广，越给越多。父子很亲啊，再来，兄弟姐妹之间互相扶持。一个孩子懂得孝顺父母，决定了他往后事业的成败啊。这个很重要啊，我们看。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这一句话很有含义呢。他对于养育他的父母都不感恩了，请问他会不会感恩老板？他会不会感恩公司？不可能。现在很多企业啊，挑什么？挑孝子。不过我现在公布出来，你们以后就作假。很多企业一开始应征啊，发一张资料填写，最后一个问题，
请问你第一份薪水要怎么用？只要没有说要奉养父母的，通通刷掉。不过现在讲出来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是说实在的啦，假不了多久啊。所谓路遥知马力啊，日久见人心。你看这夫妇轮正啊，五轮都正啊，哪有在家里面就很自然会帮助兄弟姐妹，他跟同学跟同事之间会相处不好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他已经内化成他的存心了，沉于中，自然人行于外。你看，夫妇相处，维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否。《诗经》第一篇才用"关雎"起头啊，那不是无缘无故的啊。那为什么讲夫妇关系要用一种鸟来讲？我们这些圣哲人、老祖宗啊，太厚道了，因为他知道成人啊，最难放下的一个东西啊，叫面子。你假如跟他讲，你为什么对你太太这样这么不忠？他说：“那我家的事管你什么？”你直接讲他，大人面子挂不下会怎么样？恼羞成怒啊！所以顾及你的面子啊，也要把道理告诉你。因为雎鸠这种鸟类啊，找了一个伴侣以后啊，终身不换。所以透过这一个雎鸠的这种贞洁啊，告诉人说，连鸟都可以这么守节啦，我们人怎么可以活得不如鸟乎？人怎么可以活得不如禽兽乎？你看呐，还有点良知的人一读这一个，马上收敛啦。假如已经迷得很深的，那你也没办法了。但是你直接讲，他会跟他结冤仇啊！你看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都含摄着一种设身处地，含摄着一种要成就别人的人生。当炎黄子孙啊，那是修几百年来的福气。这样的感受啊，会随着我们深入圣贤的智慧，会更强烈。好，那怎么样的人生态度啊，才能走得幸福？就要从一念的存心是仁爱，能时时想着别人。仁爱啊，就能提升到互助、互爱。最后啊，能进入啊，夫子理想中的社会，大同世界。那诸位同学有没有读过《礼运大同篇》？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举能啊，讲信修睦。其实这样的人生境界，就在这一念存心的改变。所以是末日还是大同世界，只在什么？很多再复杂的事也可以找到源头，一念之间。我们刚刚提到，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它是一个结果。
请问原因在哪里？我们要有对人生啊深度的思考。那有没有人的人生是人生如意事常八九？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都没有。好，根本的原因呢，在一个念头。当他是自私，自私啊，对待别人，人心会怎么样？不平，哦，你都对他好，都不对我好，你都很有私心，他一定会啊，愤愤不平，不平再提升变什么？怨，怨再提升呢？恨，恨再提升呢？祸就来了。人只看到恨跟祸，没有看到源头在哪。私心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从自私演变出来；但人生如意事常八九，就从什么心？仁爱心出来。诸位同学，我在前年的十月，在海口开始推广中国文化。我到那里的时候啊，一个人。举目无亲，好，又到了古代的蛮荒之地。但是啊，人心的厚道，走到哪都是一样，都是人之初吾，性本善。我在前一个多月啊，通通是自己拖地，自己切菜，自己煮饭。还有一些单位的事啊，还要自己记账，所以以前没干的事哈，一次都把它怎么样，都拿来干，拿来学。那当我在那里煮饭啊、拖地啊，突然内心啊想起了一首歌曲，叫《世上只有啊妈妈好》，有妈的孩子怎么样？像个宝，所以人生哈，你没有真正去历练、去付出，你能提起感恩心吗？不容易。当我这一两个月啊，自己料理家务料理完，在踏上回家的路途，看到我的母亲喊那一声“妈”的时候，跟以前一不一样。那一定是不一样。一个多月以后啊，我就没有再煮过菜了，也没有再买过菜，都是当地的这一些朋友啊来帮忙。那时候我讲完课啊，走进厨房，就会看到两排蔬菜水果。甚至于根本不知道谁拿来。诸位同学，为什么谁拿来的都不跟我讲？你要从这里看到人性那种厚道，那种善良。因为我们以无求的心对待他们啊，回馈回来的是什么？以无求的心来帮助我们，他们甚至于觉得说，假如我知道这一包水果是他拿来的，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有心理负担啊，欠他人情，就他连让我有这一份压力他都不肯。所以我一两个月打电话回去啊，回台湾。我的朋友啊，也很关心我。第一句话都问：“你好不好？你在那里怎么样？”
我就跟他说啊，我用三句话回答你。第一句话叫德不孤必有邻，第二句话叫四海之内皆兄弟。结果我的朋友在电话那头说，哦，那你混得不错。第三个啊，责任的承担啊，是成长的开始。真的，人一定要透过历练。而当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，这一些历练呢，不止没有苦，是甘甜的。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读那一篇《孟子》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手。”当我读到这一篇《孟子》的时候啊，我的心里就在想：打死我也不当圣贤人，还要饿肚子，还要挨饿，还要忍饥受冻，那我不干。但是当我们了解到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思想已经偏颇了，而我们又已经认知到如何把这一条路啊能够拉回来，我们看这些孩子已经一步一步在走向错误的人生道路啊，我们的良知受不了啊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这个时候啊，只怕自己的能力不够帮忙他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几乎啊，早上出门，晚上是10点多才回来，身体确实很累，但是啊，心很舒畅，就觉得说我这一辈子终于啊，活得很实在，活得啊。问心无愧。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，哎，蔡老师你太累了。我说人哦，不怕身累，就怕心累。当你的家人都在烦恼的痛苦当中，你却无能为力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最累，那时候最痛苦。当我们时时有能力去帮助别人，纵使身体累啊，内心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安心。好，所以如何能够四海之内皆兄弟，这个答案呢、啊？《论语》就告诉我们，君子啊，敬而无私，与人恭而有礼，时时以恭敬心待人，时时替人着想，你所得来的结果、啊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们找到了这个源头。所以人生要如意事常八九，也在一念之间。那我们再继续思考，诸位同学，一个人的仁爱心呢，从哪里开始启发？从哪里？一个人会突然变得很有爱心吗？他那一份爱心的源头在哪？我们活了20多年呢，这个答案不知道。当我把这个源头找到，哇，真的觉得、啊浑身舒畅，非常喜悦。为什么？我总要把源头找到，我才能够把我的家庭、把社会啊往好的方向推啊。你知道仁爱很重要，可是不知道从哪里长起来，那也是徒劳无功。《论语》里面《学而篇》告诉我们：“君子务本啊，本立而什么？”道生啊，你要找把根本找到。
根本在哪？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。所以这个社会现在啊，要能人与人互助互爱，源头还在啊，教孝。他有了孝心，他也能啊，体会到别人的父母不一样。所以《孝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教以孝，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责也。他体会到父母会担心我，我假如受伤了，父母会难过。相同的，别的小朋友受伤了，他的父母也会难过，所以他不会去伤害其他的小朋友。他这个同理心啊，就从这一份真诚的孝心开始延伸开来。所以仁爱的源头啊，在孝。而这个孝字啊，对我们的一生至关重要。当我们有了孝心，其实不是父母有福啊，而是我们真正有福。一个人的福啊，福田靠心根，福当中最大的恩田，恩当中啊，首重父母。所以你一生的福分呢，跟孝有关；你一生的幸福啊，也跟孝有关。我们刚刚提到，女怕嫁错郎，所以找对象啊，不是看外貌啊。现在我们男士找对象都先看什么？你先看德行的，举手。好，这样问好像有点残酷。颠倒啦！你看《关雎》就教给我们，窈窕淑女是有贤德的女性，代表找对象是先看品德。现在不是这样看啊，所以离婚率怎么样？你看这一首《关雎》啊，那对人生有多大的启迪啊？后面还有两句经文啊，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这个荇菜啊，是一种植物，是祭祀祖宗的时候采来的贡品、祭品。那诸位同学，谁去采啊？媳妇去采呢。哇，你看这个习俗很有韵味，很有含义啊。媳妇去采荇菜来祭祀祖宗，假如这个媳妇很贤德啊，她后代可以旺三代。这样的媳妇来祭祀祖宗，祖宗在天之灵也会怎么样？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但是假如娶的这个媳妇是不好的呢，那会怎么样？会败三代。诸位男同学，你现在交女朋友的时候会不会想说，我不能败三代？哪有可能管得了那么多？而找对象有没有品德啊，孝是一个关键。那我来请教啊一个问题。假如啊有一个男士追求一位女士，女同学，还没有结婚的女同学举手。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白问了？好。